我不装了，我摊牌了啊！之前黑粉一直喷的人就是我啊！今天我就全程不剪辑录播一次，给你们看看到底谁该喷啊！为了真实，我们把之前的号注销，然后给他重新注册一个。好，注册完成，没有做任何手脚。名字呢，我们也随机取一个。好，我们进入游戏了啊！这里看一下，这里写上线送满级 VIP 10，领取38888元宝，888万金币，然后价值1000元的神秘礼包。看看我们有没有骗你啊！看一下我们的背包，这里是不是有38888元宝？然后金币这块是不是有888万？然后这块是不是 VIP 10？是不是我们这个 VIP 10是假的？我们直接领取他的礼包，看有没有用？看到没有？好东西不少，对吧？我可以打保票啊！你的账户进入游戏跟我这个一模一样。